给大家看一眼咱们快递，让 diss 一下咱们家客服。我觉得没有必要。用他们家，我给你拿那个参赞的那个口喷来，你看一下。那是益生菌的。我今天吃了点，蒜，然后吃完蒜以后，我爱人不跟我接吻。他说我嘴臭，他说如果你爱我，请你刷刷牙再爱我，在你没刷牙之前，请不要爱我。果然，在一起时间久了，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就是一片大蒜的距离。别放屁了，我跟你说那话，你用这个漱漱口吧。好的。不行，我们山东人不吃大蒜大葱很难受的。有用，不臭了。咱妈不在家的第一天，咱们家特别的干净。咱们不在家，妈不在家第一天，我就是觉得今天晚上可以早点下播。哎，去拿那个东，去拿那个宝贝来，让大家开开眼。去拿来，就那个我说今天夯死你的那个。今天要夯死他那个，而且就让大家可以，大伙都来了，大家就一起开开眼吧。就我今天收到最可爱的一个礼物，今天收到最可爱的一个礼物，家人们是粉丝寄的，大家猜一猜它是什么？就是你们可以猜一下，都很沉，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？亚可乐。嗨、啊，你要姐姐啊？姐姐今天很端庄啊。今天姐姐不在，今天姐夫，我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姐夫？说。我昨天那个刷抖音，我刷着，哎，不是好的问题，正经的问题，姐姐。正经的。姐夫，就是我昨天刷抖音，我刷着你视频了，然后我刷着你那个拍的那照片了，为啥不穿鞋呀？咱说，就是因为那个，就是家里穷，然后就是那个鞋，但是我感觉就是那个鞋的码数不太合脚，就穿的时间长了就挤脚，然后就得稍微脱下来一会儿。我感觉姐夫姐妹们啊，就是现实肯定是沾点，就是那个啥，肯定的。哪个？什么？真的多多少少肯定是沾点咱们该说不说的，但是看姐夫视频和直播感觉不像一个人儿，就直播看起来姐她私底下是更像就是视频那种风格，还是更像直播这种感觉？哇，我昨天跟人打麻将差点揍人家。是吗？是，没有没有。你们打麻将打的是哪个地方呢？山东麻将吗？就是你看我是不是挺凶的？就是他私底下其实本人比我还凶一点。他私底下比较可爱，我私底下会更温柔一些。我就是啊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直播看起来很凶很活泼，私底下话很少。你私底下都母死了吧？我的私底下不比你爷们儿，我比我的姐夫都爷们儿，你吓死了你！昨天在打麻将，旁边有个 T， 我说这比咱们这一桌都爷。那是肯定的，那是肯定的，老铁，那太爷们了，砍不了成爷们了。爸，打一把吧。好，今天怎么玩？都行，你说吧。我随便，你俩定。我俩定，那今天直男局吧，我们谁输了谁就是100个俯卧撑。100俯卧撑，我加一个。姐姐做吗？他能参与，他能行，我真行，他能行。你能做几个？我说实话啊，大家，我说实话，不来的旋的，我最多俯卧撑就能做30，最多。那你打三，就打30。哎，怎么今天晚上这么凶残的了？咱怎么玩上体力了？咱说，我这两天姐姐，我这两天肚子不太舒服，这两天你懂的，女孩子这两天
舒服。哎，你真能做100个呀？你本人有肌肉吗？他就是跟我认之前，他都健身10年了。他跟我你之前不会真是一吧？太荒废了，太荒废了。你之前不会真是一吧？我现在变成零了。之前是吗？聊点别的吧，聊点别的。OK。嗯，我不行，我胳膊上一点肌肉都没有，就一丁点都没有。哎，那你俩定，你定个别的姐姐，别定体罚了，咱们姐姐妹妹的。哎，我真不知道，你太美了，我不知道要跟漂亮女孩子玩什么游戏。卸妆吧。我可以卸。这样，我们玩那个什么，我们玩猜数字怎么样？猜数字可以。嗯。猜数字咋玩？给吧。我不知道，可以猜数字。如果你们两个输了的情况下哈，我从1到100之间写一个数字，然后你们两个间隔着，一人猜一个。每次间的时候，我都会缩小范围，然后最后你们两个谁猜中了，谁就要接受我的惩罚。那你猜？我一个人，老铁，我无所谓，我怎么都是接受惩罚。怎么样？那个什么，那个名字叫那小东西的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不是，我卸妆是开玩笑的，我 没看出来在开玩笑。这应该没有我家灯牌吧？他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不要生气，家人。嗯，不会的。再定一个，就是像就你刚刚说那个就行。好吧，那我这样，我输了呢，你们从那个1到10写一个数字，然后我猜，然后你不缩小范围，然后我猜错一次，我做5个深蹲，好不啦？行，好，可以，我看我这个，行吧，来，来吧，好，来吧，好，那闭麦了，对，我给大家开开眼，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就是。你拿他打我一下，拿他打我一下，会把你打死的。你打我一下，你听不着响，就你们听，你们听得到吗？你们听得到吗？这得有个10斤吧，宝贝。你们猜这个是什么？西瓜篮球球，大列吧，好像是大列吧，就里面是个面包，这个是面包。那你知道大列巴是什么东西啊？谢谢半杯奶茶。谢半杯奶茶。大列巴是什么东西啊？它关键是它抠都抠不下来，家人们，我怎么吃啊？这个怎么吃？你抠都抠不下来。这个是这样吃的吗？不是，哎，别弄手，抠不下来。你可以试试这个。哎呀，我的，切片吃的，大列巴哦，大列巴呀。哇，我真开眼了，家人们，这个要怎么吃？是就直接这么吃吗？可是有一点咬不动。啊，挺好吃的，其实说实话。俄罗斯的打脸吧，打脸吧，打脸吧。用刀切，直接啃。不过真的挺好吃的，这是我今天收到最开心的一个礼物，我真的没有见过它。然后今天我拿出来的时候。真的好开心啊！我俩真的笑了一下午。咱们28秒以后再开始上票，就会有双倍的票，1.5倍。啊，1.5倍吗？不是双倍。我真的是，我要给你重复一辈子，你才知道它是1.5倍。要重复一辈子呀！姐妹们，我有对象没对象，还得被他俩羞辱啊！我真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啊！家人们，我能不能我也找个对象？我也这么播呀！我也想找个对象啊！太难了。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写一个数字？对，我写一个。啊，你写一个。好，从几到几？1到10是吗？1到10，嗯。1到10，啊。嗯。可以了。姐夫，你写的数字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这是我的惯用手段。
对呀、啊。一，也不是。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猜不对，就要做惩罚。不是，人是一个一次，不是，就是我猜错一次做五个，猜错一次做五个，现在猜错两次了，嗯。七，九，啊，九。OK OK OK， 我猜了个什么？猜了个一，猜了个七，猜了个八，还猜了个什么？没了，没了。啊，那就是十五个。呀，姐夫为什么写九啊？因为我希望我跟星星能长长久久。真恶心，不想听了。我真的想听。姐妹们，我原以为哈，我以为姐夫就故意的，他故意就是这样说，我写好了。是我想多了，是我想多了，是我想多了，是我想多了。来，大家。他想写7.5。你怎么那么损？你咋不写3.14呢？你写7.5，你咋不写0.5呢？你没话了你。太损了，太损了。没事啊，没事没事。姐夫，我能不能拜托你个忙啊，姐夫？行。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对象，让我也跟对象一对直播呗？行行行，我给你撒嘛。是不是？你让妹妹也好起来呗，我也找个对象在旁边一坐，完我在这直播，那多好啊。行行行，也不轻松，行可累了。我比较轻松，到时候你看你赚的钱还得给你对象花。对啊，每天。对呀、啊，也是。那我不能接受，还是自己播吧。你看对呀、啊，他那个钱都放我这儿，你看你分我60%、啊，家人们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。姐夫，别给我介绍，我觉得我自己播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播多少算多少吧，都是我自己的。行，那咱们回头再玩吧，回头再玩吧。啊，干嘛？啥呀，宝贝？最近星星改行做医了，家人们。接受不了。啊，是吧？给他毙！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毙了，就是因为他做医了，就是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没有别的原因。最近他有一种要做医的冲动，我也很吓人。我就说我打妹，我打妹。你们笑啥呀？露，家人们，咱们就是露，咱们露。母一也是一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做一就是母一，不行吗？星星看向对面小哥哥了。我今天听到最好的。疯了吧你！乃伊让我想到了一个人，你看，对，富家小少，富家小少爷。我们明年，我看我今年能不能升到青岛的大学，如果升不到的话，明年我们就准备去别的城市了。他在哪？我准备升一升北上广的学校。他准备试一下北大，他在哪儿读书，我就准备试一下北大。他在哪儿读书，我就去哪儿。我不理解，我也不理解。青岛大学的博士真的没必要，对不起，没申青岛大学的。啊不，他不太那个啥，不太成体系。可逆不可拆是吗？可逆不可拆，不是又要读，是以前他就说了一定会去进修。哎呀，读就是图个乐呵，家人们，读了也不会去当大学老师，你们放心吧，也没有任何人能抓着我的小把柄。厦门大学我还真申了几个，就大家都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。你像我哥他就喜欢读书，我没有，我比较喜欢那种，就那种环境，就跟那种学校里那种孩子沟通，就是。跟我们就是学校里那种涉世未深的人沟通，我就很喜欢，就不用那么复杂，那么复杂是吧，那么繁琐。欢迎我君君哥。那在实验室，他不喜欢你，他是真不喜欢你。他就说他脸上他就只有告诉你他不喜欢你，他不会像、很多就是
他就是写在脸上，我很讨厌你。那不跟你一样吗？对，我在写诗也是那样的，不跟他一样吗？所以就没有，也没有什么隔夜仇，觉得很好。就你的穿搭，去四川我就怕我的身体会死在四川。应该也没事，有暖。晚上好，君君哥。有暖气就行。青岛大学哪里不好？不是，是青岛大学可能是偏文科一点，所以对于我这种理科一些的，理科的不太适合去申青岛大学。倒也没有说青岛大学不好的意思，就是我这个专业比较适合青岛理工大、青岛科技大这种理工科的专业，怎么样？他喜欢读书，我觉得就我肯定会陪他读，他读到哪儿就是咱就去哪儿。谢谢楠楠姐，谢谢我楠楠姐。你看那些老师给我回的消息，那都是什么消息？我给你们读一读。谢谢小张，你的成绩很好。哦，不对，不能这个，不能读这个。我再给你读一个别的啊，就这个老师给我发的。他说，哎，这个也不能读。这个。哎，这个。哎，哦，他说。小张同学你好，你很优秀，欢迎报考。你是2020年毕业的吗？毕业后这段时间都干了些什么工作呀？然后给他回了一个互联网卖衣。我说老师，我这一年在互联网卖衣。你们理解吗？我不理解。家人们，我不理解。秋巴嘞。我天哪，老师也没来回我。生活不易，脏脏卖艺。就说文化传媒，你看包包。没有包，我跟他说我那个身体不好，我在家我沉淀了一年，然后那个这一年就也有尝试一些别的，但是一直没有放弃读博的这个梦想。我说的可好。真吓人，小峰家小峰来。嗨，来装卡、啊，肯定是。来吧，小峰。来吧，是什么城啊？转圈。是我抱着你转圈吗？对。我们看不到呀，你们看不到，你们这样。男朋友也带回家给妈妈看看可不可杭州的这样看你可不是很高，哎，这个角度也好看。抱得动吗？可以抱动。五圈，一二三四，他也没脖子啊，他你晕不晕？那他很舒服，没错。嗯，哎，什么？然后很快一些。嗯，他平时有健身，他力气好大。小峰不重，小峰比我轻。哦，嗯，小峰你现在多少斤了？我现在100。我比小峰多15斤。啊，我115。对，这个人直接搜白兔王子就行了。白兔能出家吗？白兔能出。那走了，小峰。拜拜。OK 个屁呀！啊，你 OK 个屁呀？你 OK 什么呀？人家 OK， 你 OK 什么呀？我没有说要下不关注人家的意思。你不是你 OK 个屁啊！我想问，我把那个西瓜推了。啊？什么？嗨，哎，小气死了！年龄越来越大，心眼越来越小，可还行。我小气什么啊？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你说什么？
哎，我光顾着跟你讲话，嗓子好疼，好疼啊！嗓子好痛啊！你摸摸都有点肿。什么？这里都有点肿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爆皮了，嗯。你把帽子往下。热。我直接给大家表演一下我的新发型吧。你最近怎么这么阴啊？我就觉得你最近怎么这么阴，宝贝？你得多谢那个理发师呀，理发师，我谢谢你，我祝你过年，我给你拜个早年。行，最近真的好阴啊，家人们，行，最近真的好阴。哎，我本来多可爱的一个小孩，真的好阴。那理发师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帮我，真的好阴，你帮我稍微剪一点点头发就可以了。他好像那个上海滩的那个大哥。在你耳边，我真的是笑死了。突然油腻，他不是油腻，他是头发油。下不为例啊！再这样，我真的翻墙上了，我都揍你，这是揍。你戴上帽子吧。我觉得我对自己的颜值非常的自信，就是头发不管是成什么样子，我都觉得我好看。老公，你这样他们会觉得我是个一吧？一不在长相。你让我把帽子戴一下。一会儿被禁播了。哎，咱就写年年月月不差钱，日日夜夜有恰饭，然后横批就是海信随便吧。海里是你啊，老公，要不说海里是你，真的是别人想不出来，别人真想不出来。你们听他说的是什么吗？横批是海信随便逛，海信随便逛。就我们俩今天去海信，想去那个，我们俩今天很不要脸的去海信的那个海蓝之谜领了个小样。对，因为昨天朋友说注册会员可以免费领小样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开车去领了个小样。然后那天我们俩就在那个地方说，然后星就说你看这里面有钱人好多，我说对。他说咱们现在逛万象城都不行，咱们要争取能逛到海信。他可有意思了。我们去领了个小样可尴尬了，没有四个手机号，我们注册了三个会员。不是过年了嘛，你注册会员就免费有小样，然后我就注册了，妥妥的就是十毫升的精华水到手了，家人们，就注册那个海蓝之谜的会员，然后就可以领一个小样，十毫升的精华水到手，拉面也不贵，还行，我们马上也就是我们也是用科研室的人，就觉得今天也没啥事儿，然后我们本来想去海信拍个照来，我不太好意思在那脱鞋。没在那拍。
不太好意思在海信脱鞋，我就没拍，太尴尬了，家人们，影响了我发挥。老头还不好意思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可要脸了。你们别看我直播的时候大大咧咧的，我出去我可要脸，我可害羞了。奶凶奶凶的，出去就奶凶奶凶。你们俩回家过年吗？我们俩回家拍全家福。我们家那边最贺的宾馆一晚上才200块钱。妈妈，我们俩现在饭量越来越小了，我就那个烤肉我就吃了明年月月增的4块。这个不好吧，这个不好吧，静静年年月月增的某日夜夜。我都不想说他。今天我们在东古来，然后就是我们本来是不想点那个部队火锅的，就因为那个服务员就特别高，然后给他介绍了很久那个火锅，然后他最后就点了一个，然后他说人家是韩国人，然后我就不信那个鞋，我结账的时候我就问了那他一嘴，我说你是韩国人吗？他现在可小气了，他说我不是韩国人，我说你爹和你妈不是，我说你爸和你妈是韩国人吗？他说也不是，我打破了他那个幻想。他真的可小气，现在特别爱吃醋。男人吗？就是因为那个服务员很高很帅嘛，而且长得有一点像。他没摘口罩，你怎么知道他帅？大家这是戴上口罩都很帅，好吗？哦，不是，三庭五眼，你明白吗？就是你的五官，其实你戴上口罩以后，别人看不出来你帅的，因为你的眼睛，因为你帅不在眼睛，但是你戴上口，但是有的人眼睛很好，不对，就你戴不戴口罩，都是帅的。今天圈了这个钱哈，咱们46分啊，你们占40%，我要打60%，我今天受到太多屈辱。你戴不戴眼镜都是好，你戴不戴口罩都是好看的，但是有些人不是，有，不，我不说，你说吧，你还说的还少吗？你继续说。人家服务员在我们这儿介绍那个菜品介绍这么久，我就觉得他把那个部队火锅形容得很好吃，我就只是想浅尝一下，没想他真是浅尝一下都没吃完就走了，真的好难吃，自己点了自己吃，哦，真的好难吃。60%是平台的，算了，跟平台过，平台都比你会说话。平台我说不定跟平台过了，平台都不抽我点了。